台北是国家的首都，我们要更国际化，所以我要成立国际事务局，要培养具有国际专业的年轻人才。我要发展国际的台北，生活的台北，创新的台北，科技的台北。我们需要立刻面对的问题包括极端气候、能源短缺、人口老化、居住正义。